今天摄影师说他想吃海鲜，果断买了条鲱鱼。今天给他做个不一样的鲱鱼，我们先把这鲱鱼处理一半熟。喂，这肚子上还有这么多鱼，哇，这么多小鱼，这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呢？弄了十几条鱼出来，鲱鱼我们洗干净，这个磨囊果然有大用，先给它放到这儿，再把它所有的肉全给它切成颗颗，然后我们再给它砍成蓉蓉。鲱鱼砍蓉之后，加入墨汁，给它整黑，再给它打个鸡蛋。鲱鱼肉放了一晚上过后，我们换个盅盅，后头给它抹点油。哦，巴适，润滑。放到这个小盅盅头，去麻大黑。筷子给它插一半熟，放到砂锅里给它蘸一半熟，蘸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现在开吃。哦，把这滚滚给它扯出来。好，现在把它弄出来。哇，感觉还不错哦。蜂窝煤已经煮好了，我们来吃一半熟，看味道咋样。嗯，说实话味道不咋样，但是能吃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，小白如果要做的话，可以稍微放点其他调料再喝。今天这个啥子都没放原味的，吃到不咋地。